哎、欸，阿妈有入镜吗？阿妈在里面啊，阿妈在打哈欠。我是废物女友 Tina，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拍影片了，然后之前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现在就是记录一下我跟阿妈的日常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拍一些短片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是在地人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好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帮阿妈烫头发，因为我觉得阿妈最近很像流浪狗，感觉没什么，感觉没什么元气。好，你可以起来了。哎呀喂呀！我那我的被卡住我头了，我不要写地了。哎，对，然后平常早上呢，他其实这个时间就应该是在看股票。反正呢，最近都是跌了。我们昨天去预约了两点，然后就是我们附近一家阿嬷会去的。那我们可以出发了吗，阿嬷？可以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理发厅了，然后阿嬷也洗完头了。然后我们刚刚在问理发师说，就是什么样的造型比较适合她。然后因为阿嬷她不想让头发摸起来太干燥，毕竟她现在她觉得她的头发摸起来很嫩。阿嬷，你是不是有点拘谨？你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没有啦，坐太久了就是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才坐十分钟。Sorry。所以其实就是在发型师的建议下决定要弄中卷就好，让阿嬷有一个气质的脸。哦，哎，我头毛都修遮哇。你头毛没有修遮吧？哎呦，我都感觉阿嬷她还是觉得家己修遮。看完之后，讲较薄的较薄的，遮啦遮修高啦。没修高，没修高。我们要烫多久啊？差不多2.5小时，不过现在已经还没啦，还没讲完。但是我们现在刚刚又过了十分钟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的手脚又变卡紧嘞，所以阿嬷又可以缩短。因为阿嬷是一个急性子的人，对，超级急性子。阿嬷现在88岁了，然后她是天平水水，我不知道。天平水水就是最有气质，活得最舒服，也是有点懒。我不是人，我都不会。然后就是。天生的网美，阿妈，你知道什么是网美吗？我听不懂。就是你有很多饭。网络美女。我讲话人家说幽默，我一点都不感觉，我不会笑他们一笑，我怎么样？是蛮幽默的。阿妈会讲国语、客家话、台语、日语，一点点英文。阿妈讲出你说的英文。哦，英文单词我都能很对了，什么 garbage 了，什么 dog 了，什么。Sky 了什么东西？好，阿妈，你在电视上看的那个叫什么？啊 ，Discovery 啊。对 ，Discovery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等阿妈烫完头发再回来。不要哭，我们没有丢下你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阿妈丢在那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出来买咖啡。我平常根本就不会在这里等阿妈那么久，因为就是会回家工作，然后等到那个发廊那边会打电话来说，哎，可以来接阿妈，然后我就去出门接她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偷懒。阿嬷已经烫完了，然后就是等那个烘完烘一烘，烘一烘就可以回家了。她都烘差不多半干就回家了。她不喜欢做太久。阿嬷，你有觉得这次烫很久吗？其实还好，很快，很快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喜欢吗？妈妈，啊，妈妈，好，起来了。这里阿妈，坐。一二三，烂掉了，整理一下。好啦，这就是烫完
冬卷吹过的结果，刘海有点短，要等它长长。哇，先辈啊！哎呀妈，你现在跟贴图长得一模一样了。干嘛呢？哎呀，那你快点说 No thank you。哦、oh, ，No thank you。你要弄那个姿势叫 No thank you。No thank you。你有觉得满意啊？你不觉得变比较可爱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来啦，觉得可爱吗？有啊，好了，谢谢了。所以阿嬷我们之后就是要这样子拍影片喽。哦，好吧，之后差不多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内容吧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支影片就这样子拍完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他其实这个时间就应该是在看股票。哇，买270块，太贵了。好，这边可以不用讲。现在买了一个。